今天打算拍什么呀？我们洛森都今天举办了一个高空水滑梯的比赛，而且我们还邀请了 Michael、 Trevor、 小富，还有这一个蓝色的怪兽。这个比赛是来看一下到底谁滑那个水滑梯的时候不会飞出去外面，而且到达终点的话将会有资格拿到这一些金条。惨了，他们已经到达了那个地点，我们要赶紧快点开始这个比赛了哦。那要赶快哦。OK， so 今天呢，我们在洛森都这边举办了一个空中水滑梯的比赛，邀请了这四位人物啊。这四位人分别是这位叫 Michael 的人。Hello， 你们知道吗？我来这边参加这个比赛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老婆、孩子还有女儿完全不要我了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证明给他们看，我没有他们，我也可以活得自由自在，也很富有。好的 ，Michael， 谢谢你的自我介绍哈。还有这一位叫做小富，以前的我都一直在偷车、偷车、偷车了再偷车，偷到没完没了。所以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不要再偷车了，我要来这边拿金条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一定会胜利的。哇哦，小富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哦，太棒了，好，就加油吧。然后这一位叫 Travel。谁敢跟我比，我一定胜利。谁赢我的话，我就杀掉谁。鼻子酸。OK， 也很不错的一个自我介绍。好的，那么这位就是蓝色的小怪怪，你认为你可以胜利吗？OK， 比赛就要开始了啦。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东西就是呢，如果谁是胜利者的话呢，他将可以拿到所有这些金条，因为这些金条都是我们洛森都政府特别颁发给他们的奖品。哇，你们看一下那个金条真的是很多，你懂吗？如果胜利了的话，那个人啊一定变得很有钱，我看啊三四都不用工作都没有问题啊。好的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把这些金条呢移到最底下去，移到终点那边去了啦。所以有哪位警察可以帮忙我移下去一下？所以前面这位警察，你就帮忙我把这些金条一车一车的推到终点那边去啦。啊？什么？用推的啊？啊？怎么要选我？我很怕嘞，等下我飞掉不怎么办？哎呦，不要啦！还有，你身为一位警察，你要勇敢一点的，不可以这样子的吗？你看参赛者都特地来参与这个活动，你是一位警察，还跟我贪生怕死，不可以这样的。来，加油啊，慢慢下去 ，OK。准备，哎，不要这样子，停！你要滑下去了，滑下去，坐下来啊！对了啦，就是这样啊，漂亮啦！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到底要滑到哪里去啊？哇，你看他喊到这样开心，哎呦，他喊到很开心，看，哇 ，OK， 这证明了我们这个比赛是非常非常好玩的。好啦，各位参赛者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现在游戏要正式开始了啦 ，OK。但是还没开始之前呢，大家是否知道有超过78%的观众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呢？我们这些看的人啊，赶紧快点订阅，不然的话我把你给杀掉！不，我眼闭子。对呀，如果还没订阅的观众们，赶紧按下订阅，还有小铃铛，不要错过下一部更加有趣的影片啦。好啦，所以第一位呢将会是 Michael， 来 ，Michael。站去前面，你要准备好了，要滑下去了。哎呀，这种东西难不到我了啦，你看我怎样做啦，大家。哎，看啊，我现在是转着后面的啦，往后面。哎呦，打到我脸。哎呦，不是这样子啊，再来多一次啊，再来啊，你看啦，滑到几漂亮，哈哈哈，几美丽。哈哈，喂，耶，哈哈，吼，看到吗？我可以滑了，这个金条我一定拿定了啦！哈哈哈，哦，哎呦，我的背后很痛哎！啊 ，OK， 不要紧，来，慢慢滑。哦，yeah， baby， this is so nice， man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，耶，嘿嘿，呜呼呼呼，哈哈。哦吼，耶！我就知道我一定可以成功了，哇！哈哈哈！耶！嗷！不要！啊！好的，现在 Michael 已经被淘汰了，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小富，来，小富站去前面，谢谢你啊。Michael 是太多 pattern 了啦，看我的吧，嘿嘿 ，ouch， 哇哦，我一定胜利的，加油，来，我可以做到的 ，come on baby， 呜呼 ，yes，
哇，好漂亮哦，这样子跳法，哇哦哦哦，看到吗，各位观众们，我是往后面这样子下去的，哇哦哟，危险，哦哦 ，ouch， 哇，你看一下，我差一点就要飞出去外面，但是我还是有办法能够控制下来，哇哦哦，哇哦哟，哇，你看这个。这个水滑梯真的是很滑，你知不知道？哇哦，你们看，哇哟，哇哦，哇哦，危险！哇哇，我差一点就飞出去外面。哇，幸好我有超能力能够控制下来，不愧我是曾经最厉害的偷车王，哈哈哈！哇，你看一下，我这些力量全部多年前练到了，真的是有办法能够在这个时候呢用到啊！哇哦，你看，啊呜。啊，看到吗？我还有一个超能力，能够让它停下来，然后再慢慢的下去。这样子的话呢，速度会越来的慢，然后呢比较顺畅的再滑回下去，然后再冲上来，速度还是保持在原来的状态之下。这样子的话才是最厉害的水滑梯玩法吗？现在已经来到最关键的时刻啊，这边呢是可以飞到很高很高了，希望我们可以飞下去啊！一二三，哇哦，老威很高啊！哇哦哦哇哦！哦啊！救命啊！好了，现在小富也是被淘汰了，现在到你了啦，这位叫 Travel 先生， OK， Travel 先生，你有信心吗？我知道你可以做到的， OK， 准备好了吗？来， Let's go。 哦，你认为我会输吗？我那么厉害了，我会输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拿这一把武器这样子滑下去比较舒服一点，看到吗？这一把武器我最喜欢的啦，啊，冲啊， Yes， 哦吼吼吼吼，好了 ，Travel 已经被淘汰了啦，现在就剩下只有你罢了，这位蓝色的小怪怪 ，OK， 我希望你可以胜利啊 ，OK， 那么我们就成为一位主播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蓝色小怪怪是滑了怎么样子的 ，OK，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他已经跳下去了，哇，直接滑哦，他这个也是很厉害一下，脚直接往下去，这样子的滑法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，哇吼 ，OK， 很漂亮，他已经过了第一关，然后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关还要再过，然后这是第二关，来 ，Yes，OK，、okay， 漂亮，哇哦，一来到第三关的时候就马上改变了姿态耶，你看他也是很厉害一下哦，我好像看到之前的参赛者是没有这样子做的嘞，那么现在呢还是跟着这个水这样子滑，那个水滑到怎么样呢，他就跟着就是了，他不像刚才那个小夫这样子啊，转东转西，头往下头往后面这样子，哇，姿态很多那一个，虽然他可能会失败了，但是这个呢我有点信心他可能会胜利啊， OK， 加油，哇哦，哇，漂亮，哎，可以耶，哇，他这样子滑法真的是很漂亮哦。OK， 现在冲力越来越大了，冲力越来越大了，哇吼！他现在头已经往下去了，看到吗？他跟着那水的，他头已经往下去了。现在呢是要这样子下，哇，加油 ！OK， 哇，你也是可以做到漂亮，哇吼 ，Yes， 哇，如果一人称的看法呢，他是这样子来滑的哦，真的是很乱哦。如果一人称的话，我们还是用回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吧。OK， 收下已经完人圈了 ，OK， 这个比较容易直接接下去的，没事。OK， 又要再冲了，又要再冲了，又要再冲了，准备 ，Yes， 哦吼，哇，好高啊！他这个已经过了蛮多关的嘞，他还是有办法能够活下来，漂亮哎，这个我很相信。Huggy Wuggy 呢，也就是这个蓝色小怪怪了，应该是今天那个胜利者吧，他应该有这个资格能够拿完所有的那些金条了。大家观众们是不是这样子觉得？如果是的话呢，底下按下你们赞，现在赶紧按下你们赞，好不好 ？OK， 然后记得留言在底下。Huggy Wuggy 会胜利 ，OK， 现在赶紧快点留言，哇吼，你们看，他真的是好漂亮，他这样子的飞法，他那个姿态哦，真的是有练过嘞，超级超级的漂亮 ，OK， 现在还有跟着那个水这样子滑，那么接下来的那一关呢，就是关键的一关了啦，因为刚才那关键一关呢，就是小富输掉的那一关，掉了很高的啦，就是这一个啦，哇哇哇，漂亮啊！掌声鼓励鼓励，哇，很漂亮，很美啊！这个真的是一流啊！我看拿到第一名了喽，哇，吼吼吼 ，OK， 现在又慢慢的在下了，可。
可以啊，他真的有这个本事，他游戏真的是好漂亮，他应该就是今天的胜利者啦，那些金条应该完全都是属于他的啦。哇吼，他游戏真的是好棒啊，加油他游戏，你可以做到的， Let's go， 哎，飞飞飞， Yes， All right， 哇，这个他游戏真的是很厉害哦，他好像真的有玩过这种空中水滑梯了嘞，不晓得在哪里玩过，哇，这么厉害，看他飞了这么多关，他还是有办法能够胜利，他现在还在保持在那种原来的状态之下，而且他的速度呢还不会很快那种哦，如果太快的话呢，他将会飞出去外面啦，但是他不会哦，他还是保持在原来的速度之下哦，哇，真的是这么够力啊 ！OK， 所以现在呢，底下还有差不多有大概一个八关这样子啦，如果没错的话 ，OK， 大概有八关这样子，希望他还是有办法能够胜利咯 OK， 加油啊，他现在又要再飞多一次啊 ！Come on， baby， you can do it， 来 ，Let's go 啊，他现在是往后，哎，这边是比较容易一点的啦，所以这也不算数啊，底下这个又要算了啦，这个又是危险的啦，来，准备一二三，哇！来来来，加油！哇，厉害呀、啊，漂亮！你看他这个时候飞法真的是漂亮。他懂什么时候？你看还转方向啊，他转方向、啊，现在头向上，他的脚向底下、啊。对了啦，这个时候呢，如果头向上的话呢，他这样子的话他就被滑下去哦，因为他重量在底下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他这样子的姿态真的是很漂亮，他懂得怎么去滑了嘞。之前那些啊，小富啊，还有那个 Michael 啊，还有 Trevor 啊，真的是哎呀一团糟，他们简直像垃圾这样子啊，不像这一个哈尤宇，这哈尤宇真的是很棒。OK， 来准备要再飞多一次哦，一二三，转方向，哎、哦，哦还没有转咯，我以为还会有转。OK， 不要紧，再来一下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，你可以做到，哎哎哎哎哎啊啊啊啊，哦。转了转了，哇，他知道他这边比较快了，他用样子360度这样子转一下啊，又可以了哦，喂，这边啊，漂亮，厉害，这果然真的是厉害，我真的不懂要怎么说下去了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哦吼，哇哦，还要成功啊，他真的是要成功啊，这已经不懂是第几哦，应该还有剩一个五关罢了吧，加油啊，哈尤基，这个所有金条呢全部都是你的啦，快点，你已经要到达了终点，不要放弃，加油！对了，他现在用脚这样子下，他每次玩这一边的路的时候呢，有弯比较多了，他用脚。哦哦哦哦哦啊 ！OK， 现在他知道这边是可以了，他用头了，看到吗？他往头下去哦，加油 ！Come on， 飞 ！Yes， 哇吼吼吼！哇，漂亮哦！这个真的是胜利者，他今天真的是会胜利，我相信大家观众们，你们是不是认为他会胜利的？是的话呢，底下赶紧快点按下这个赞好不好？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帮我按赞按到6666个 ，Let's go， 我们今天一个 hit 到了 ，OK， 看到底下就是终点了啦，要到了，要到了，要到了，加油，Hang Yuki， 你可以做到的 ，Let's go， 哇吼，漂亮啊，真的是很美 ，OK， 加油，哦哦，小心小心。差一点就要飞下去，差一点就要飞下去，哇吼吼 ！Oh my god， 我真的是不老想说了，现在这个应该是最后了吧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有多一个，还有多一个，加油！这个你可以做到了，最后一个了 ，Come on，Yes， 哇吼吼！哇，好漂亮啊，真的很漂亮啊，它飞到真的是太棒了。OK，So 现在已经到达了终点，它已经是胜利了啦。All right， 现在他为什么把那个镜头这样子放？弄到我眼睛很辛苦，是不是观众们？哎呦，这个还有 Yuki， 哎，哎呦，跌到人家的脚那边去。OK， 他胜利了啦，成功了啦，现在到我滑下来了啦，我现在从上面一直要滑下去来找他了。OK。恭喜你啊，蓝色小怪怪哈 Yuki。OK， 今天的这个比赛呢，你是今天我们的胜利者，所以那边的所有的金条呢，都是属于你的啦。我们一起恭喜哈 Yuki 吧，耶、yeah! ！好漂亮啊，哈 Yuki 很厉害啊，超级超级的棒啊！今天他是第一名胜利者，喂，这什么你哈 Yuki， 你哪里不爽你？我，哎 ，what the， 哇吼！你这什么你哇吼、哦、哎我不想死啊哇吼、哦、好的各位观众们感谢你们各位观赏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记得底下订阅哦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各位拜拜